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明白？波手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明白？手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明白？波手手核心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清唔清楚？试下。所以那個拍波虛了，他幫不到你。記住接核心拍，明唔明白？那個力量很大的，其實你一彈你彈到很高下的，清清楚？即係我後生都是跳咁高度嘅啫嘛。如果針 shoot， OK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我哋用核心運球去射波，一點五，左手先，明白？左手壓 shoot， 你試下加 doubling。得唔得？带住个波，睇住波，带住个波，核心起步压，睇下得唔得？波唔得，冇力。呢、这个不是核心波嚟嘅，核心拍波一定要核心运球。唔系停，你先手力冇问题噶，拍住手先，核弹起，弹起嗰阵时分脚，唔得，收嗰阵时要核心。收嗰時嗰下再核心壓一下，明白 ？Go， 壓 ，turn， 壓，係啦，甩手啫。Good shot， 嗱，你見到兩分好穩定啊，而家。觉唔觉？摆左边系咪好顺啊？系咪啊？压系 go 压 good shot 甩手入啊！再嚟压唔得啊！手指啊，听唔听到手指找咗个波啊？波顶系啦，记住跳还跳，手还手。波跳我哋就是用核心嘅啫，明唔明白？跳我哋就是用核心嘅啫，唔会用手嘅。记住我哋核心跳唔使用手嘅，得唔得？唔使用手嘅，唔使用手帮嘅。你只手咪变咗空中，可以你个波咪就系压，你只手啊可以慢慢去调整翻自己嘅射波。喂，我系要调整翻先，压调整翻自己射波。好，跟住试下咯，嚟试下咯，波，你啱啱做咗核心啦嘛，系咪？右手咯。右手你要摆翻个左边咧，难好多嘅。试下右手压推前，唔系 OK 啊？你咪变咗 step back 咯，啊 side step 咯。
難啲㗎，右手。啊，都係嗱，右手就點做咧？睇住，因為我哋個波喺左邊射啊嘛，係咪？右手拍波拎翻個左邊係極唔暢順嘅事。睇住，我哋就係用核心，睇唔睇到？我哋個人跳嗰邊，明唔明白？當我哋就係、是。我哋就係對住鏡頭嘅咧，就係我壓向前跳，睇唔睇到啊？你個人跳埋嚟，你個波就好容易嚟咗呢邊。人跳過嚟，個波喺度，明唔明白？你唔使跳咁誇，我特登誇張俾你睇嘅啫，跳咁少嘅啫，咁少嘅啫，好少嘅啫。明唔明白？所以我係可以咁樣做嘅。明白，飛壓，你啱啱忍唔住咪 step back 咯 ，side step 咯，個波嚟左邊啦，明唔明白？你咪輕鬆咗咯，你好容易嘅咋，明白？我哋壓推壓停，你仲可以多一步 ，OK 試下。壓推壓，哎 good， 落碗壓推，唔緊要，因為咧你只腳慣咗用力停啊。就係唔係壓落去啊？啊，好多人咧以為核心拍波咧係用力拍波，唔係用力拍波。核心運球並唔係手力，唔係炸球啊！明白？核心運球係個人同個波一樣嘅，你見到力量好大，唔關你手事嘅。明唔明白？我哋手唔用力嘅，基本上隻手盡量都唔用力。我哋盡量用曬，我哋盡量波，我哋盡量用曬咩咧？壓手係諗住接波嘅，你射波咧先至可能可以控制得到。唔好意思啊，炒兩球。我哋拍拍拍壓，你手先可以控制噶嘛。我哋唔會用手去運球嘅。如果你手去運球嘅話咧，一來你只腳都冇力，你彈唔翻上嚟噶嘛。我哋壓，我哋先有力彈噶嘛。明白？你唔壓，你冇得彈。再嚟，跟住壓落去。用個腹嘅力，用力就係用呢度，唔得，好用得唔順嗰個力，再嚟過，壓落去，壓落去，再嚟個手腕抓住咗個波，跟住擺波頂，停，你個人記住唔係咁樣攞埋嚟，阿豪同 CM 啱啱就係咁啊，係咪啊？壓你攞埋嚟，好容易炒嘅，明白？記住壓。你壓人往左，明白？人往左。
好唔好嘢？你記住第二樣嘢，波唔好變翻後前啊 ！CM 有少少後前啊，記住壓下上向上，記住都係喺前邊向上，記住下上唔好後前 ，Go。系啦，下上嗰个嗱，佢力好翻啲啦，系咪啊 ？Good ball， 下上。嗱，又係攞埋嚟啊！你個唔係個人跳埋嚟啊！係撞佢啊！撞佢啊！撞佢啊！嗱，又係攞咗個波埋嚟，主要係你用咗個，你係因為你咧，你個人跳歪咗。記住，我哋核心壓唔係用重心去，唔係你記住我哋呢一步啦，最後呢個啦，呢個練習咧，亦都係你要練呢個嚟嘅。看住，我哋是核心手核心弹起，再加一步，明白？压弹起向上射，听唔到？再睇多次波，记住手核心弹起向上射。明白，波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明白，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明白，波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清唔清楚？试下。手核心弹起向上射，嗱个波黐唔住，唔系用核心跳嗰下令到你冇晒力，系啦，佢呢球好靓。但是用手指掌心向下，不得个人歪得好紧要，觉唔觉？大家嗱，记住大家自己咧都要即系咁样练，明唔明？嗱，今日咧教咗大家咧，即系三个我认为喺 1.5 motion 入边咧好有。力量雖然臨尾呢個完成唔到啊，留心最後嗰個動作係點做？睇住，第一，你同個波會成同步嘅。啱啱 CM 就係咩？跳歪咗，你唔會跳歪嘅個人，明白？因為我哋根本就係咩？核心原地，我再慢慢帶走個波，明唔明白？係啊，仲可以喺隻手上邊，仲可以停一陣，明白？我哋唔係用手噶嘛，因為我哋就用核心啫嘛，我哋唔係用手嘅。所以你不應該會抓住了個波，明白？壓你不會抓住個波的，明白嗎？記住我們前後無論哪裡都是這樣的，都是核心拍個波，得唔得 ？OK， 我們最後一球了，豪 time 啦，今日豪 time 同 CM time 啊，今日 CM time 先，就最後嗰下先啦。嗱，你去咗臨尾咧，就係手指向咗上，係咪啊？壓，記住向下，手腕向下，啱啱坐好，你手腕向下，反而呢個位置接波。
嗱，呢個就係 one motion 同 1.5 motion 嘅分別啊。壓，你臨尾抓住咗個波。是啊，好容易抓住了个球，行不行？好，今天是没了 Kobe 的加冕，大家表现都变成一塌糊涂，挂住你啊 Kobe。好，今天完。